guys doing?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a while. Welcome back to Taipei. How's it going? Not bad, not bad. Good, good. Can you say hi to everybody on the Taipei fans? 台湾的朋友，好久不见。 这好久不见的招牌歪嘴笑，是不是勾起许多人的回忆杀？ 艺人陈冠希今天暌违数年访台，出席 GQ 年度风格大赏盛会。今年淡出演艺圈的他，将重心放在自己的品牌和家庭，而今年也是品牌 Clubs 成立20周年，也让他感叹时间真的过很快。而虽然当年的帅气男孩如今已是爱家奶爸，脸上也有些岁月留下的痕迹，但仍有大批网友赞他老了还是帅。而除了男生施主陈冠希，今天还有另一位难得来台的巨星奥斯卡男配角关继威也和太太一起携手出席活动，两人在 访谈时兴奋表示：“真的好爱台湾。”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台北，我是13岁。Yeah，and you know I've been here many times. Yeah，and it you know I always have nothing but fond memories. Yeah，definitely. So I'm just so happy. 我们好喜欢在这里。而今年的盛会也有许多艺人盛装出席，男帅女美，众星云集。你最喜欢谁的穿搭呢？欢迎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